公主，那谁是我？老大，你醒醒啊！这是天牢啊！你是清风寨的大当家，马大勇啊！我不是马大勇，我是公主。呸！男人需要有健康的体魄。 马大勇，事实就是那道惊雷之后，我的感受就是他的感受，他的感受就是我的感受。头发，哎，怎么会这样？英王，阴谋造反！你一定在胡说！我爹不会造反的。没胡说，阴王反贼，弑兄篡权，人神共愤。我等奉秦二公主之令，拨乱反正，杀尽公去，讨伐范王。这宫里可算是太平了。 你想离开吗？这宫里的规矩太多了，哪有回我急忙山当家的？留下来吧，一直留下来。